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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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湘凉，是不是你救的我？湘凉，是你救的我吗？是不是你救的我？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？把病患独自留在这里，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，知道吗？ 我用血为你疗伤这么多次，这次你总算要回报我一下啦。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这个是不是你的心头血啊？你傻呀？你就算有九个脑袋，心头血流失多了，你照样会死的。 你看，你本来浑身就是毒，又常年累月用毒练功，心头血更是毒上加毒，只怕你还没有把我救出来。 我就已经被毒死了，夏柳，不行，哎，夏柳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干嘛？ 原来是这样，我误会你了。等我好了以后，你想吸我多少血都可以，到时候我绝对不再抱怨了。